你说是不是一开始特别恩爱的人都是这样，慢慢慢慢就不爱了？嘉诚，哼，这么胖！切，嘉诚，我这刚回岛上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嘉诚，大嫂，我们盯在这，我们盯在这。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大嫂，我们早上那个……我真怕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两个的心就越来越远了。你们两个人啊，现在是处于冷淡期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一夫三十六计，美人计。苦肉计，尝尝。哎呀，地好滑，蓉蓉摔倒了。哎呀，师兄真是好体贴呀！董二竟用上了借刀杀人之计，我们就不要浪费这良辰了。董二，要是万一你我中其中有一个人出了什么事情的话，那我怀荣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还没有来得及嫁给你，所以我现在就想当你的妻子，一刻都不想再等了。老大果然是老大，您怎么还在这儿？不该看的绝对不看。哎，对对对，抓紧时间。这生小孩的第一步就是首先爹娘有强健的体魄，是不是老大身子虚需要这个汤好好的补一下？我身体出问题了，老大需要补一下是吧？就你行是吧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老大，老大，我知错了，我知错了。